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edisa League 面面世纪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未来月语，然后终于放了高一开学后的第一个假。好了好了，就是经过两天的折磨之后，不过那为什么我现在变成过两天就受不了？那之后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有时间就实况吧。然后我们就是从这边，下来之后，就是到了这个奇怪的地方，哼，就是上一集没什么进展，希望这一集有啦，然后也希望这一集就把它给拍完，然后还真的下到一楼，不过大门生锁，得想想有没有其他出去的办法。嗯，对，大门都是锁住的，这些东西也十分可疑啊。嗯，为民服务。值班警员正在打瞌睡，得小声点，别吵醒他。呵呵，他不见了。然后，桌子。值班警员用万用钥匙，此装置可重复使用。这个吗？应该是。我们控制杆。这么容易就偷到钥匙啊？真的是，我是值班警员。呵呵，看到了吗？好啦，不管了，我好像又听到机关声，可能是值班警员来了，那就快逃吧。嗯，这边是侦讯室厕所在二楼，拘留室员警宿舍。我们先到这边好了，侦讯室。嗯，这开关不要来乱用好了。厕所，厕所有什么？厕所就要百花欸，少见的监狱设计。不过这应该是给管理员用的。不管它，反正里面应该没东西。照理讲说，这里面应该也是啊，就是，对啊，应该是没东西的。那就随时保持良好仪容。有啊，这边没东西。真的好怕错过什么东西啊，像是那个该死的栅栏门，那个二楼监狱户外活动场餐厅，所以餐厅刚刚有去过啊，储藏室不管它，户外活动场这个啊，哼，太广了吧。牢房，这边就是牢房了，可是我也不打算进去。哦对啦，就是从这边然后通往这边，那何必用在这种地方呢？那我们往右转，拘留室远景宿舍。对，拘留室也是锁住的。漏水了啦，赶快处理一下。这扇门是无法使用万用钥匙开启，警员宿舍禁止进入。确定不行吗？真的吗？我好想放上去哦。可是还是放一个好了。不过钥匙可以打掉吗？我不知道，物品放置处嘛。长期拘留牢房，拘留15日以内。所以，什么啊？拘留房间的开关是密码锁啊？还是要找找附近有没有线索？这种开关。怎么办？我开关用掉了。不会吧？他是不是说成功设置的机关不能破坏掉？怎么办？不可能啊！我搞错什么？厕所一定没东西啊！哎呦，还是可以弄开关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仔细看规则，所以我不知道。
这边没东西了。对啊，没东西了。诶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村民欸，对，村庄，村庄欸，居然在外面。办公室，喂，有箱子欸，怎么办？其实我应该先，我是不是顺序搞错了？我拿掉好了，又怪怪的，怎么办呢？还是我是不是又作弊了一次？还是直接开这门。反正办公室，我先进去好了。看箱子里面有没有东西，没有的话就真的不可能吧？不小心把宿舍铁门呼叫器掉到侦讯室。侦讯室，明天去找找看。侦讯室，侦讯室刚刚是不是有找过？哦，就是打密码的地方吗？是吗？哎，找到了。书没用啊，我要钥匙啦，烦欸。不过这边已经有一个隐藏的机关了，我觉得应该就不会再有另外一个，应该不会啦，这些都是空箱子啊。欸，那怎么办？我又不确定钥匙是不是可以重复使用。可以判定回可以重复使用吗？或许可以吧。侦讯室，因为我还要再进来一次啊。然后又没有其他钥匙，那我要怎么进去啊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没东西了，那就再把钥匙拿掉吧。搞不好钥匙就是可以放到上面去。啊，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不行的话啦。资料室我不想进去。不过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没东西啊。不过这种那么多书柜的地方最可疑了。不过照理讲不会有东西了。天哪，难道我又等一下。今天下班要不要从宿舍后门出去晃晃啊？有线索，宿舍后门。宿舍后门出去晃晃。宿舍后门在哪？天哪，线索好多哦。怎么办？啊，我把自己关掉。怎么办？宿舍后门的话，再往什么拿？啊，完蛋了！我居然把自己给锁起来了。真的，因为我在想事情啊，我在想事情。啊，直接开撞到把它弄掉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好像每一集那种每一集密室逃脱类的都在作弊耶。不管他。黄昏了。这办公室。所以现在线索是什么？侦讯室。我是刚是进侦讯室啊。吗还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进拘留室啊。拘留室才有密码锁。所以他说那个什么呼叫器嘛，放在侦讯室。是我妈去拿审问室，我等一下再进去。好吧，似乎是没东西了，那我们走吧。出去啊，对，出去。然后这边，有开关在上面，那我们就去按。怎么办？有了。天啊，播一下就关啦。哪里？右边。
这，我请我，这边看到，不是啊，不是那边，到底在哪边？不懂哎。可是刚刚他又关起来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厕所，没东西了啦，为什么储藏室？真没东西啊！刚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开的？你再看一次哦，我其实在外面呢，大家不那么觉得吗？不然我应该看得到啊，还是我会再次眼馋的？我不知道，再把这东西拿掉吧。该不会玩完之后，然后看看别人先看那个之前的规则，说不能把钥匙拿掉？怎么可能啊？这要怎么玩啊？应该是可以拿掉吧？不能拿。我拿到一个活塞，不知道有什么用的活塞。这个不能开，好多蜘蛛网哦。所以我们只拿到一个活塞吗？哇，这边还有啊？是吗？怎么样？不是，是右边。这可以拿吗？被卡住了。等一下，下面这东西，就是刚刚的那个箱子。应该没东西了吧？有东西藏在这就太那个了。反正我们至少拿到一个活塞了。然后活塞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啊，活塞。侦讯室，刚也没看到什么对讲机啊，我错过了什么吗？这开了，宿舍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这边有，父母台，然后这个是不知道有什么用的，这个那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酿造。因为这东西从来没用过，先玩一下好了。我不想玩了。这边没有东西吧？不过这种地方最可疑了，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。是你吗？蛋糕？是吗？应该没东西了。对啊，应该没东西，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就男职员宿舍女编辑部，所以我可以进去了。先睡个觉吗？可以在这边偷睡觉吗？可以，就睡一觉吧。起来了，精神不错。然后这边有两个开关，不知道是什么的。无意义的开关吗？不可能，一定有什么东西，像是……对啊，没东西啊，搞什么？像这种地方最让人家可疑了，可是就是偏偏没东西。活塞能做什么吗？好像不行啊，对，应该不行。就走吧，反正应该还有很多间啦。然后男兵职部，我们要做个有风度的、有风度的绅士，所以我们不要乱进去啊。还是进去一下好了。没有尖叫声啦，他们都跑去执勤啦，所以
不过跟你打赌，这几个开关也没什么用。你看，根本没用嘛，那我继续干嘛？真的是，我刚应该在这个宿舍睡觉。啊，没事，我没说话。然后，外侧大门是不是坏？不知道坏掉的零件都会放在哪，得赶紧修好装上去。后门支援出入口，我还要把这放上去。到能不能把钥匙就是那个啊管它放就放啦。这边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开关，好像很有线索的。下面这是东西吗？支援出入口怎么卡住？活塞，对，活塞。活塞能干嘛？需要我啊？我无聊了，这我会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完蛋了，又有人要骂我了，不然活塞我怎么放啦？这样啊？怎样？完蛋了，活塞都不会做。这样啊？哼，乱放一通，不是这样。没事。啊，惨了，完蛋了。我刚把它打掉，完蛋了，怎么办呢？然后放进去。问题是，要这样，然后我应该多读点数的，然后，只是现在连转都不给我转，这样。没有啊，等一下，这活塞是坏掉还是怎样？还是我放错地方？不是啊，你知道这样？气死！我是不是又要再上网找一下？每一集都得这样吗？对，一定要这样。好啦，那先这样。那我等一下回来。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我之前其实我刚好像把这个给搞坏掉了，然后我刚刚重玩了一次地图，然后就开创造，然后就巴拉巴拉，所以可能之后就看到很多设备系。被我打掉还是怎样的，不管啦，反正然后这个要放火那个粘性火塞上去啊，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然后那个走路的时候有时候记得要往上面看，因为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二哦。然后继续往不同房间走的话，就又可以看到不同数字了。那我们继续看吧。侦讯室嘛，我的控制杆跑到哪去了？刚不是哦，对哦，那个放到那边去。我们先把它拿掉好了，因为那个钥匙是可以拿走了，没错。休息室。没有，然后我们就进这边吧。你看这边有一个4，这很烦欸，所以我们有2和4了。那我们这个我没拿到，所以然后这边这要是有个8，等一下，
好了，没事了，又是要叫我下去吃饭了。反正这边有一个疤啦。然后是不是又拍了20多分钟了？不要紧，是狗叫。然后，所以是按248，然后这个就开了，真的是。然后资料填写处这边就是，应该是没东西了。然后男性，什么东西呢？啊，睡觉的地方吗？我躺的位置，刚进来，粘的口香糖，史莱姆球。所以呢，史莱姆球跟活塞嘛，合在一起当然就是会变粘性活塞啦。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我就是知道啦。我绝对没有看那个，我绝对没有作弊哦，我自己知道哦。因为这个应该想也想出来啊。然后，东西开了，我又拿到一本书，然后没东西了吧？反正有活性粘性活塞就应该有蛮多线索，还是再次提醒啊，以后走路一定要看上面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，居然连灯就都可以拿来作案哈，这太厉害了啦，作者。反正我要拿那个钥匙，所以切记啊，那我们就来。解开这个秘密吧，希望一下就结束了啦。因为，对，吓了我一跳，外围还没打开嘞，吓死了。那，等一下下，等一下，又什么了？我可能是搞错什么吧。不是放这吗？还是要开这个？不要跟我说。哦，没事，没事。然后我们就下去吧哟。对，真的有够高的。然后剧情，然后警察 A，好大啦！警察 B，等等，你不是罪犯阿杰吗？糟糕，被抓到了！赶快跳上人坐的火车，跳个头了，火车嘞，这边了，对，待会火车应该就来了，有羊叫啊，矿车，没看到，你看到吗？打死，真的是警官，你们喝醉酒还敢这样，真的是，让我来泄那个发泄我的怨恨，一只死掉了，算了，让一只活着好了。反正我要走了啦，然后你们也管不了我了，再见喽。然后，如果这中途又有东西的话，这是，哎呦，好痛！想好应该没东西了，要没了吗？剧情，警察老早就在别站部署，结果还是被抓了，还晋升高级监狱。哎，高级耶，不错啊。哼，你看那牢房那么大，然后隔壁好像就是那个大哥，然后。跟大哥相对望，想起他曾经说过的“出去就别回来了”。唉，好想念他。其实我只是想跟他借几件香喷喷的那个，这个死变态，这主角啊，跟他借香喷喷内裤干嘛啦？真的是哈，跟我这个我就。我老早就觉得这个主角的性格有问题了，恭喜你，不要再羊叫了，恭喜您过关了，辛苦你了。有什么 bug 或是意见，请不吝留言或回复告知我哟。谢谢游玩一鞠躬。地图制作鱼竿，先睡个觉吧。终于拍完了，然后他没有写什么成就吗？好像没有，那书要干嘛？他说：“看来我们有好长一段日子可以相处，不妨告诉你，其实你挺帅的。是他之前说我丑哦。哎呀，对嘛，我本来就……传嘞，
然后应该没东西了。好啦，所以经历了很多次的煎熬，我这次的实况终于拍完了，花了应该四十几分钟的时间吧。然后所以这次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